来了！Wow, very good. Oh, yeah. No way. Ah. 大家好，我是雷哥，欢迎收看 VR 游戏《金牌拳手》。上一期我们已经把这个大块头给干掉了，这一期要对战这个女拳手，一名弱女子，竟然向我发起挑战，简直不自量力！教练，放心吧，交给我没问题。开始战斗，对手呢？怎么不见人来？难道是害怕了？害怕我又赢了，为我欢呼吧！他来了！哈！来吧 ，Ready！ 我绕着你，你还得寸进尺？挺厉害！嚯嚯！知道我厉害了吧？快点认输，省得中火！哇，这什么拳？连环拳！嚯！呀，是不是刚才打错地方了？没办法，拳场可不分男女。退得挺快，继续。哈！哈！哈！倒地，漂亮。2, 3, 4, 5, 哇，厉害啊！轻松跳起，躲，哼，哼，哦，弹跳力很强。小看我啊！哦，以退为进，哈，叫你哈，倒，没倒 ，Wow, pretty good, good， 哈，哈，哈，该我了吧？哈，哈 ，One, Two, we need more practice. Three, Four, yeah. 小女子不能小看呐、啊！差点被 KO。Nice。哈？打拳击实在是累呀、啊，让我气喘吁吁。耶！再来。该我了。大刀躲，哼，哼，哈，还没倒，累得不行了。哈。他非常顽强，我是浑身是汗。哇！差一点被 KO 掉，我要恢复体力再战。漂亮！打
拳击实在太累了，那今天我们就玩到这里了，下期多养精蓄锐继续战斗，拜拜。